大家好，我是中国跆拳道运动员吴静玉，现在正在努力备战东京奥运会，这也是我第四届备战的奥林匹克运动会。那当然，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，很多运动员都只能在家里训练。今天我也和大家分享几个在家能够训练的动作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练习膝关节的关节能力，双腿并紧，直立蹲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跆拳道的控腿技术，划腿，好，我们来练习第三个动作，俯卧撑钟摆，一条腿在前，一条腿在后，交换，一最后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，努力抗击疫情，让疫情早点过去，期待我们的奥林匹克梦想，加油！